欢迎收看二月的黑白交，我是 DJ Armstrong，AKA 外省 DJ。因为我最近遇到几个 DJ 在讨论的时候，发现他们把喜欢的 DJ 的名字念错，现在要来好好的来探讨一下这些知名 DJ 的名字到底是怎么发音的，正确的念呢？第一位很红的 DJ Chasto 的荷兰的名字叫做Chasto。 第二位呢是那个是谁啊？就是很常人家说阿三的，不是阿杜基杜啊。阿三的名字是 Rehab， 那个不用刻意出来哦。再来长发哥是那个中短发那个大卫林古塔 David Guetta， 他是法国人。他的名字叫做 David Guetta， Gay 要拉一点长音， David Guetta。 第四个就是阿曼曼神啊，我们确实大神，确实大大哦。那他是荷兰人，阿明峰 Beauty， 阿明峰 Beauty。那第五个呢 ？Steve Aoki， 前面是英文名字，后面是日文啊。Steve Aoki。再来第六位啊，就是我们的艾维奇大大啦。看什么嘴巴？艾维奇。艾维奇。刚刚讲的大家都还记得吗？千万不要再念错他们的名字了啊！以后大家就想要知道什么电子音乐的资讯啊，那你也可以跟我们讲，偷偷的告诉我们，或者大方的告诉我们都可以。那我们下礼拜再见啦，拜拜。